太阳能次新股 Sunrun 交易代码为 RUN， 盘后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，总营收为7270万美元，大幅不及预期。与第一季度1800万美元的亏损相比呢，净利润是转亏为盈，第二季度净利润为750万美元。财报公布以后呢 ，Sunrun 在盘后的交易中股价下跌5.9%，报11美元。Sunrun 作为一只次新股，于8月5日首次公开募股，首日成交量就达到了2.51亿美元。